给你们5000块钱。要3000怎么给5000呢？要不花我的钱，我一句话叫你们多挣点。哦，现在呢，啊，你就跟我去见我们老爷去了。对对对，啊，哎，老老实实的啊。哎，我你这怎么意思？拴上点儿。干嘛拴上点儿？对了，马路人这么多，给你挤丢了，往哪找你去？我又不是小孩儿，说清楚了，就我一个人让拴。我们这40人呢，一拴拴一大溜，走到马路上，大伙儿一看，哎呦，这演出去了啊！有这么演出的吗？废话，就拴你一人，哪那么轻说的？到现在了，老老实实的，知道吗？走，姓什么？姓白呀、啊。叫什么？叫白全福啊。多大岁数了？60了，可惜这年纪。我这年纪怎么着？我这年纪，我这年纪怎么了？不是我说呀，别的不干呢，啊，你怎么单干这个呀？我干什么了？我，你怎么单说相声？我学的就是这行。哎，到现在啊，我也救不了你喽。对了，你也甭救我喽。不是，我有心给你找别的事。你还干得了吗？你甭管，老老实实的认了吧。啊啊，说相声认了吧？说相声可不认了吗？哎，到了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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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见头头门房的头，一会儿沏茶倒水啊，有个照顾。哦，是，这位是钉头。好、哦、钉头。这位锤头。这位是斧头。斧头。这位是把头。钉锤斧把呀，我进门就开关了。不行不行，给你回禀老家啊。钉头，看点啊，这个别叫他马喽。哎哎，来来来，回来回来。别的我不懂，就这句话我懂。懂什么呀？你多看着点儿，别让他马喽，就是别让我跑喽。别让你上马路，我上马路干嘛去？什么呀？等着，给老爷请安。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。怎么去了这么些日子？是，老爷，因为他没在天津。他到北京抢了一家银行，来到天津他倒是没敢作案，每天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，我也没敢动手，不知道他带什么家伙。当时我就翻出来2挺机关枪，还有2箱子假钞票。老爷您甭动心了，他全招了。这司令部啊，这儿好厉害，把他给我带上来。是是是是，哎，行了，白全福，怎么着？老爷高兴了，高兴了，走了，见老爷去了，见老爷去了。您找别人吧，您这。啊？哎呀，要跳台是怎么着啊？要我亲命。这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这一回话，我满听见了。这可不对，我回什么了？给老爷请安啊！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。什么话呀？没听清啊！我说现在白全福美着呢，说是现在挺好啊，美着呢。啊，什么耳朵？你这是？他没在天津啊，到了北京抢了一家银行。我说呀、啊，他到北京啊，又找你们同行，找同行，来到天津没敢作案。说来这天津啊，没你的饭。每日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，说相声可不装模作样吗？躺着说谁还听啊？我没敢动手，说没接手，咱不直接着办的吗？不知道他有什么家伙。对呀、啊，你们手绢、扇子，你们不叫家伙吗？当时我坠的旅馆，我说当时啊，你住的是旅馆，翻出2挺机关枪，说你会唱梆子腔，2箱子假钞票，还会唱诗调。老爷您甭动刑了，事儿满办成了，他全招了，节目全邀了。我一句没听清楚。哎，狼头啊，我说这是
晚会吗？没错，你就去吧，有错有我呢。啊，有你了，哎，就没我了。进了门之后啊，就坐在我们老爷对面啊，脸对脸跟他谈话。哎呦，坏了，怎么了？没给你准备凳子，你这怎么办吧？没凳子没关系。干嘛？我站着跟他说话。站着啊？你这一站，我们老爷一瞧，怎么站着呀？没给预备凳子，我麻烦了。你呀，得了，帮个忙吧。怎么帮忙？进门您假装坐着。假装？就防着真有凳子一样。当时您进去，您就这模样。您这对的了。你跟老爷谈话，你这不跟有凳子一样吗？啊，拿大褂这么一盖，这么一来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你就跟他谈上了。这时间长了，我受得了吗？对了，您这身子骨也不行。哎，我这身子骨不成。这么着得了，您蜷一条腿挨地就行了。哎哎，蜷着。哎，就这么待着就可以了。哦，跪着呀。这不坐着。这样不是好一点吗？对不对？倒是轻松点儿。别来去，白全福一命告尽矣。哦，这是过堂的，是怎么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喂，我这不常威吗？我告诉老爷你来了，我们老爷耳音背，你知道吗？得拉点长音儿，懂吗？哎，没关系。是啊，白全福一命告尽矣。哦，老爷耳背，稀里哗啦，稀里哗啦，稀里哗啦。我趟着料呢，是怎么着？什么趟料啊？稀里哗啦，稀里哗啦，这不脚料吗？满不懂。他刚才呀，给老爷送饭的时候，没留神滑了一跟头，碗都摔碎了。你趟着碗茬走呢，稀里哗啦，稀里哗啦，让他们走一走，没工夫。别扎着脚啊，碎碗，你走的时候得这么走，知道吗？哎，这就像了，知道吗？挑点道儿，我跳着走。哎，白天不一命告尽，哦，稀里哗啦，稀里哗啦，稀里。哎，下。哎，请坐吧。哎，请坐。哎，那腿下去。哎。哎，就这么坐着，好极了啊！这是坐着呢吗？这个逮着，出门老爷直学猴啊，怎么回事？你中间坐着那是谁呀？我们老爷，你们老爷啊？怎么跟耗子一样？你这眼神，我们老爷眼神不好，看看是你不是你，怕我找错了人。没错，甭害怕，不咬人。哦，不咬人了，喂熟了，告诉你吧。哎呀。你叫白全福啊？这我叫白全福。你好大的胆子。这我没胆子。怎么了？你们老爷有什么毛病是怎么着？没毛病啊？没毛病啊。你叫白全福吗？啊，我说我叫白全福啊。你好大的胆子。我干什么去了？这夸你呢，说你敢跟我们老爷直接的说话，你胆子不小。不敢说话，回头说相声不说呀？我们老爷爱横的啊，你越横越好。怎么横啊？就跟他拍胸脯啊。哎呦呵，胆子小了吧，闹不到你这儿来。哦，撇唇咧嘴，那才好。哎呦呵，胆子小了，我闹不到你这儿的。对，就这样。这是演出呢吗？没错，你就这么来，听我的，没错。啊，好。你叫白全福啊？这样，我叫白全福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哎呦呵，胆子小了，我闹不到你这儿来。哎呀，这演出我还没真演过。你抢了几家银行啊？我一家也没敢动啊。
我抢了几家银行。什么呀，老爷问你演过几回双簧啊？双簧啊，就过去你演过俩人那个双簧，演过几回？那记不清了。好，记不清就跟老爷说啊，那没数了。抢银行没数啊？双簧，双簧没事，请坐吧啊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这坐着可比站着累得慌。这个，你抢了几家银行啊？是双簧吗？那没数了。你能够活埋人呢？这不能。跑吧，你这又跑了啊？我是得跑。怎么了？活埋人？什么？老爷问你，你也能逗哏呢？他改的还真快。逗哏行不行？那跟我师傅瞧的。听你师傅干嘛？就说你，就跟他说那是我出的主意。活埋人我出的主意。逗哏你出的主意多好。坐。你能够活埋人呐？那我出的主意。你是那头啊？这我是小伙计儿。出来。这我跟南亮子算去了。啊，你是叫鸟来了是怎么着？啊，怎么着？是你是头啊？这话错了啊？可不错了吧？土匪头？谁说土匪头了啊？你是头不是？是头啊！我问问你，我们找这节目找的谁？找我呀。钱交给谁？交我呀。出错找谁？找我呀。是头不是？是头啊！还是是头给硬头啊？坐下，坐。哎呀，这晚会我指不定去，我鞋哪儿去了我？啊，老是这样演出我不去。你是那头啊？我是那头。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？这去，都是你教过我的。砸了。啊？什么？砸了？砸了买新的。你怎么说去呀？怎么了？我问问你，你们多少人？30人。要了多少钱？要了3000。我们给多少钱？5000。价钱去吗？不去啊。不去你干啥去？我们多给了2000块钱还说去？你一说去，我们老一想，哦，狼头赚钱了，我砸了。实话实说吧，你去不去？嗯，我说什么？你就说不去。啊，不去。老爷问你怎么不去？我说什么呢？你就说情实不拘，多好。嗯，一说情实不就得了吗？是我一说这情实，不就得了吗？真情实在，那么不缺。老爷说来人呐，注意啊！一说来人就张兜，张兜干嘛呢？给钱，我先给钱，5000块钱挡过去，行了啊。去不去？不去。怎么不去？情实都不去。来人呐，给钱。哎，这钱过去，这不就行了吗？这就行了。嗯，是就行了。头了记得住，记不住？头喽，差一点，再来一遍啊！别忘了啊！爱拳父一命靠近威武，稀里哗啦，稀里哗啦，稀里哗啦。对了，我还趟着大料棒呢。行了，带刀。你叫白拳父啊？是啊，我叫白全福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哎呦呵，胆子小了闹不到你这儿来。你抢了几家银行啊？那没数了。你能够活埋人呐？那我出的主意。你是那头啊？我是那头。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？不去。怎么不去？情实的不去。来人呐，给钱，枪毙。去。